这一把的巅峰我们中路对线的是嬴政还有张飞啊，但这里大家要认真看啊，对面张飞带的不是干扰而是惩戒，那带惩戒的话前期是肯定会选择反野的，那我们对线嬴政就不需要怂啊，开局直接上来抢线。这里项羽是从左边支援过来，然后直接顶到了嬴政，这里等着嬴政交闪了，我们也一闪接上去，不给他任何一丝机会啊，成功拿下一血。接着我们来看小地图啊，刘备他是反红去了，然后自家的野怪肯定有张飞在的，我们不要去而让项羽去，因为张飞他带的是惩戒啊，我们也抢。下路手，那我们就可以在野区卡着对面的位置，就比如这个嬴政，第一波我们接不上啊，那我们就往回拉，下一波他肯定会从高墙那边绕过来，那我们就卡他的位置，而且能吹到一扇子直接秒掉，百分百秒杀。来到最后一波啊，这一波大家认真看，下路有兵线，我是想把兵线清掉之后然后去反对面野区的，但直接和云宁撞上了，老夫子一捆，我开大支援过去秒掉云宁之后，然后对面支援过来，我一技能直接去给，但只打到了张飞，然后嬴政是压我位置，那我们就直接往回拉，一技能打兵线加速，然后支援过来，这一波老夫子是在往前顶啊，我们一技能直接往老夫身上扔，他刚好拉回来后羿直接秒掉。现在对面只剩一个残血镜啊，这一波镜他绝对会回家补状态的，我们两路有兵线，我们去处理中路兵线，然后老夫去处理下路，一会我们就直接去下路和老夫会合。这一波要注意我的细节啊，在老夫后面卡个视野，保着老夫去打，因为一火镜肯定会大招出老夫脸的。
虽然说这一波视野路了，但没关系啊，二技能推到近就可以直接一套秒掉。现在还有两路兵线啊，兵线也压进高地，接下来就是直接推塔一波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期待您的关注，拜拜。